位少年团成员志明日前和 BigBang 太阳合作推出歌曲 Vibe， 掀起全球粉丝热议。而在防弹少年团宣布暂停团体活动之后，成员便马不停蹄地展开了个人活动。继多位成员单飞出击后，近日志明开直播与粉丝互动时，也宣布了自己即将在三月份左右发行个人专辑，并表示正在准备很多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东西，敬请期待。而志明拥有清晰不可替代的嗓音，还兼备出色的舞蹈实力，受到众多粉丝赞叹不已。之后志明将发展什么样的音乐和表演，也备受粉丝们的期待啊。